你们两个都说是我家小奥特曼，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今天你们就来一场近期的比赛吧，我家小奥特曼最聪明了，所以你们谁能赢得比赛，谁就是我家小奥特曼。比赛正式开始，你来找这个蓝莓，你来找这个草莓。好好好，我要先来找，其实我才不是小奥特曼呢，我是怪兽变的，奥特曼抓走了我这么多兄弟，所以我要变成小奥特曼的样子把他给骗走，到时候再把他关进大牢。不就是找蓝莓吗？这也太简单了。蓝莓蓝莓在哪里呢？我猜是这个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找成西瓜了？太好了，现在该我来找了。其实我才是真的小奥特曼呢，所以我要保护爸爸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。等会儿我一定会找到草莓的。哎呦呦，小奥特曼，你想得美吧，我都找错了，你也不会找对的。等会儿我就要把你的爸爸给骗走喽。哼，臭怪兽，我才不会让你把我的爸爸给骗走呢，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的。不就是找草莓吗？是难不倒我的。草莓草莓在哪里呢？我猜是这个。哇，快看呀，我找到草莓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才是我家小奥特曼，你肯定是怪兽变的。嘿，哎呀，不好，被发现了，赶快跑。